随到生产纸坊盒厂商的生意并投入了集训。中国少年男子排球队中包括三名教练员和十三名运动员，全队平均年龄为16.8岁，平均身高为1米96。据主教练王建华介绍，中国少年男排将于4月16号到26号参加在中国台北举行的第二届亚洲少年锦标赛，并力争取得优异成绩。这是福建漳州台报道。 国际象棋谢君惹申在今天在重庆棋院战罢第三局，男子国际大师王瑶瑶在前两局一负一和的不利形势下奋力扳回一局，将比分追成1.5比1.5。